这是那个吗？浴室洗头吗？哪里？这个也可以哦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对对对，浴室按摩洗头，浴室按摩洗头，哦，这感觉很正哎。对啊，在意大利浴室按摩洗澡才厉害。哇，这次啊要。感谢达达在这一年里面付出那个努力，对，所以我们这次有所谓的达达特定版哦，嘿嘿嘿，达达特定，对不对？等下做完就告诉你们，哎，做完就会告诉你，打扮不太妙，两个人一刀。哎，嗨嗨嗨嗨，哎呦，哎。这个还搞得规模还不错，好漂亮啊，很漂亮。我跟你烧了，我跟你烧了，好不好？啊，我跟你烧。今天达达恭喜啦，一周年啦，当那个小队长，学长，大学长，大学长，大。这个发现他跟越南很有缘，第一次来是越南，第一次一周年也是越南，对。然后今年在越南都没赢过，然后对，然后上次又抽到越南队，就是你抽的，那是因为你啊，我跟你一个 CP 啊，好吧。应该就是欣赏风景吧，不可能那么简单吧 ？OK。哎呦！什么？我太重了吗 ？OK。对哦，我们会不会等下在外面就直接分散了这样？耶！拜拜。会不会这就是一种分队的一种？你们两个昨天第一次来的桌椅。对，我们第一次来一起，想说我同公司还想说找一个安全感。OK。拜拜！第一次遇到只有就是我们跟 GoPro， 就没有任何的指示。我跟你说，这真的记不住任何事情，反正不要记。桥上那个是了吧？要捡他丢，他丢。宪哥现在就是故意在分心他不懂，对，还真的在聊天。他应该会丢建票机。哎呦，上面有人。say hi say hi hi。他有建票机耶？为什么啊？那是叫他长得好可怕哦。对啊，那什么东西啊？那是跟我们有关的吗？有，应该有，应该有关。哎，是尖叫旗的人。要怎么拿到啊？应该是要拿吧？还是等一下他要跑这个园区去找那棵树去拿尖叫旗？等一下树会跑。我也觉得那树会跑。七只尖叫旗先算起来。好，要记它了，要记它了。这个就是美人鱼。我觉得应该都是在桥上。我也觉得，因为其他地方太多了。不过你现在还没分队。对，所以这应该是用来分队。我做赛。哎，他会不会不是我们的？他会不会其实不是我们的人？还是他只是一个装饰？还是他真的只是？然后我们就自以为没有，那是他们的道具啊。站在对啊，站在那个尖叫机应该是玩很大的道具。对啊。后面还有一个美人鱼。我知道了。可能要寄东西。刚刚那个人的手上有六只尖叫旗，七只尖叫旗，然后用右手拿篮子。好 ，OK。寄吗？我就先寄。然后他是穿他的脸部是那个像小丑，小丑白色的，然后红，对，嘴巴那边红，嗯，对。然后这个是啊，好丑哦，这什么东西啊 ？Elsa 吗？小美人鱼吗？是谁啊？美人鱼？是谁？这是我们认识的吗？这个美人鱼，美人鱼有点眼熟。这个美人鱼，这个美人鱼是女生吗？是男生。这美人鱼，我要记他身上的东西。那个是什么？鱼啊，那是鱼啊，右蟹。啊，右右手的蚌壳。1、2、3。哎，那个几罐饮料？好像是五罐。他拿的那个是什么？你手上拿的是什么？拿那啥、啊？罐子，罐子是吗？它有一个手环，贝壳手环。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六个吗？1、2、3、6个。那个几罐饮料？好像是五罐。这是那个吗？浴室洗头吗？
哪里？这个也可以哦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对对，对对对，越是按摩系统，越是按摩系统，哦，这感觉很赞哎。对啊，在意大利越是按摩技巧才厉害，哇，好像，哎，这建筑物很适合拍照，好可爱哦。